我现在蒸桑拿。这是传说中的朦胧美吗？我该擦擦镜头了。哇，世界光明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个拿过来放手机。太好了，对，明天放假，我的眼镜戴上，我拉风的眼镜。羡慕微笑的荧光海呀、啊！我是 Barbie。看得出她是公主，她不需要冠冕。我应该这样。嘿，你们也是来度假的吗？哎呦哎呦！我想把它吃到桌子。我的 Siri。让我的 Siri 上桌。在这非常好，很合适，刚刚好。今天是主打一个，这叫什么什么穿搭来着？谢谢姑姑的棒。你好，你好，晚上好。精神了，到点了，开始精神了。我适合去。呜呼呀呀！晚上好，晚上好，谢谢那个阿英的一分，谢谢烂菜叶子的0.1分呀。对，多巴胺，今天非常多巴胺。谢谢新的你伴着我的0.1分呀。动动，我再也不说你不专一了，就是你目前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你就是这一分钟，你就是这里最专一的人。谢谢你的99分，你看我的项链都在比心。我今天不说你不专一了，你今天非常专一的。我不阴阳你了，我今天。也不止今天了，就是这一周吧，这一周都不阴阳你了，就是毕竟这是两个，对吧？这可是两个99分呢，我就是也不好意思，舍不得阴阳你了，就是我决定了，今天我就是把你封为这个，就是不对，这一周我就把你封，我擅自封你为。诸国最专一的其中一个，谢谢你，东东，祝你发大财，祝你考试都会，祝你发财。我用我的手机，我的屏保在这儿，给你一个财神爷看看，假装给你一个，你 P 一个看，你自己看。谢谢你，谢谢瑶瑶的猪猪小宝。对，天渊，这个杆到我这儿，我怎么出场呢？你说我，动动，你是不是中彩票了？你是不是中彩票了？我的天哪，3.99耶！什么？哦，我超，你是超人，动动，我的超人，瓜分你一口，你马上你就 red， 因为这是红色的西瓜，我都不给别人吃的这个西瓜，我只给自己吃，我现在分你一口，这是我最大的诚意，谢谢谢谢老板，谢谢你就是我的互联网。
互联网再生父母，我就是祝你长命百岁，祝你开豪车，住大别野。谢东东的，又是2分，谢谢你。3分，99×30，99，3个99，加三，300分。哦，我的天呐，这是300分，这可是300。我决定了，我现在决定，我向天帮你借300年，我现在帮你借300年。不对，应该是，我被这300分创飞了。不对，我应该说啊，我被这3个99创飞了。哎呀，我又被那3分拉回来了，偷偷的不能。好，我帮你保密。我嘴超严的，谢谢你，波波，爱你哦，你人怪好的嘞。我帮你。1080，好吧，夸我好看吗？我只看到了冤的在夸我，后面我就没看到了。我人更好，我人一直都很好，我一直都很宠粉的。你们看到我一开始那个双马尾了吗？那个头是我自己做的。好看吧？厉害。没看，踢出去。那个冤到这儿了，你说那杆子，吴磊杀他肯定背着我偷偷垫增高鞋垫了。我往那一站，怎么发现我凹进去了？有 VR 直播，哦，对哦，气死我了！嘿嘿嘿嘿，冤，you 不是我都没绷住，我在那 you，他们在那猪，我，平时没有，莎莎跟我差不多。我没电，我就是那个鞋多高我多高。我一上台，我怎么感觉就是，本来只有马新宇比我高的，怎么现在莎莎也很高，就我一个人。好大声，你们知道？我说，就是一下子猪，我都没绷住，我下次垫10厘米，我穿恨天高。我就是不能再让他们得逞了。啊，我们确实不知道，我连那几个镜头我都没看明白，主要是 他们霸凌我，他们偷偷穿增高鞋垫不告诉我。喜欢会的荧光海呀，看不到我，怎会如此？我点了，我也点了鸡翅，说我像，那我又蹭到了。小优，谢谢你，小优，谢谢你的9分。那我给你啃一口吧，谢谢你，谢谢，祝你今天不，祝你长高，祝你身边没有这种老六偷偷的垫增高鞋垫，记住了，去打卡莎莎，莎莎在干嘛？垫少了，我没垫，我就穿了那么高，我就穿了那么高，右边吗？可以。我该去打卡他了。鸡翅，5厘米了。那个鞋其实已经很矮子了，但是他们还在里面偷偷的垫。你够高了。那把你的身高分我点吧，我决定了，我决定了，你送我9分，
那就把这9分换成你的身高送给我吧。谢谢曼曼的9分，谢谢你。你那停电了吗？谢谢你，那祝你，那祝不行，曼曼好像也不矮。那好吧，那奖励你，奖励你也送我，也送。不是，什么？什么？我去！呛到了！什么？我去麦麦，我超，我超，什么？哦，麦麦，你的电，我的世界都被你照亮了，谢谢你，麦麦，我的超人，我的身高分你，我的身高分你10厘米，不能再多了，我分你10厘米，我决定了，我分你10厘米，我就是把这盒炸鸡都分你吃。现在它是属于你的炸鸡了，你看见这个炸鸡了吗？它的写着上面写着4个字，你这是炸鸡吗？这不是炸鸡，这个炸鸡上面写满了4个大字，"麦麦虾城 有1米5的。我现在就是分给麦麦10厘米，我决定了，我今天就是分给麦麦10厘米。把肯德基，你不看它就不是肯德基。他现在上面写满了大字，他写满了4个大字，"麦麦虾城"，看见没有？这是鸡翅吗？这不是，这是麦麦虾城，啃啃虾城，有病啊！不行，谢谢猫爹出，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所有人，感恩，感恩。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把我的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哇，我今天啊，好快乐哦！哦，我今天收到了好多分儿，嘿嘿。嗯，嘿嘿，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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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快乐哦！哦 我觉得我要发达了 我要是发达了，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我是一个非常知恩图报的人，我苟富贵勿相忘的。我就是，我要是发达了，我一定有我一口饭吃，就分你们2口。对，我要火了，我要开始背诵了。朱红荣，你现在是真的火了。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对，等一下，我要找一找。哎，我的包呢？朱红荣，你现在是真的火了，等我找找。我没有，不重要。可是他，我没有分成。可是，曼曼是实实际际的花了999。对，我收不收得到无所谓，但我知道他花了。对，朱红了，让我搜搜朱红。朱红龙，你现在是真的火了，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你不知道有多少眼睛盯着你出错。我们知道你是很真性情的女孩，也希望能保持很直率，但你要更严格的要求自己，起到偶像的表率作用，这样才能走得更远。进圈不知道啊，我没进过。那得要我进过才能知道了。我现在是真的火了，
嘿嘿，你知道刚刚那个99飘出来，我都没敢信。我这思考了一下，我说99是这个特，是这个特效吗？因为我觉得长得很像，我没敢信。我说，首先这肯定不是9分的特效，那难道是99分的？然后我再往上一拉，我说，对，我已经掩饰不住了，我要飘了，我的猪尾巴已经跳到那我看到特效，然后遮住了这一帧，然后我就看到他说是，哎呀，我忘了截屏，我要拉上去截个屏。什么？你知道他就刷新在那个999的下一条。我相信他剪了，然后我到时候去偷他的图存，我去偷他的图来存，特别过分，他就停，他就截，他就他就他就截在那一个999的下一条，他就刚好到那，然后就刷新了，口袋，这是一把刀，这把刀。我真的不敢去打代王，对不起。毕竟现在就在本部，我觉得我要干了点什么，代王现在就能冲过来把我杀掉，我不能山高皇帝远了。叫别人帮你觉得。我看到了，好大一个，那么大一个，我看到，对，拉直在我，打在我，不敢，垃圾口袋，划了一下，是吧？我刚刚忘了，我刚刚没敢信。我刚就在那儿，帮打。我刚怎么卡了？我刚卡死了。我在我自己的屏幕里，然后我就不动，我就这样。我刚没反应过来呢，我刚就看见那么大一个特效，我都没看到上面，因为它那什么星光什么，我就分不清是什么。然后我一看上面啊，我的嘴巴能吃进去三个麦麦，不敢打，不敢打，我现在就在上海呢，我怕大王把我杀掉，他把我口袋关掉，我就完蛋了。没看过他送的东西，没怎么见过嘛，就是。就是比较的激动，下次点麦麦，我再也不点肯肯了，我点麦麦。这个肯肯是郭晓莹点的，都怪郭晓莹，都怪郭晓莹，跟我没有关系。郭晓莹点的肯肯，是吧？对，以后只吃麦麦。明天不回去啊？我要在上海待到7号吧，8号，我都不打算这两天去迪士尼。哎，你们能不能给我推荐点上海好玩的？我想这两天出去玩。买都买了，我不，我迪士尼我打算7号去，7号他们进圈都会出过手，这种时候就适合我去迪士尼。啊，我想出去玩，我不想浪费我的2天假期，毕竟公费旅游。别，都还挺贵，逛街吧，行，要发汗。
火了。南京路步行街，外滩，外滩适合拍照。冤证不错，真的吗？猪，我没帮助我的，我就是东方明，我是东方明明珠，这个珠，我 red 了，我太 red 了，怎么办呀？我 red 了，现在我那么 red， 不会有人嫉妒我吧？也确实啊，怎么办？拜财神，我今年拜过财神。你们看我的上班图了吗？大家都应该去看我的上班图。去哪儿？在哪儿？你知道有个好地方，有多好？什么好地方？让我看看。写歌剧的三十只猪，猪只能渐渐忘记。猪，对，就是那个财神，财神的那个，找不到了。这个财神上班，说明我今天要赚大钱。学习室，有病啊！那我不能在这儿，那我不能在宿舍睡吗？有病啊！真的是，那我这是猪，我头一次听这么喊的我，主要声音还巨大，巨大声，我都服了。钱不少，嘿，说明财神还是很有用的。建议你们都把手机壳换成财神爷。因为我没化妆，又看到那么多人，有点害怕，我就戴了个帽子。我就是四八的，好，换成我。那我不敢给你保证的，我不敢保证我招不招财。如果你换成我的话，住门。我今天其实点了吃的，我今天是这样的，我点了吃的，然后去做头发了，然后他做了一个人神共愤的发型，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头，就他那个头还不如我自己。相机摔了，他还好吗？都不用买团。我今天是这样的，我点了个外卖，本来今天心情非常好，我本来今天高高兴兴，然后发生了什么呢？我去做了个头发。然后那个头发真的就是做的人神共愤，就是不知道做了个什么，还不如不做的那种。然后我就是一边做，我就一边在崩溃。我让他拉，就是我说姐姐，我想做直发。然后他给我头发，他给我做了个水母头。我现在这，又相机贵。上海造型，对，昨天还在夸，今天我就遇到了，他给我做了一个水母头，然后我说姐姐，主要是人家别假发片都是从这儿别起，他是从这儿，他就是别了这一块。我当时我说姐姐你再别，这个后来是我自己改的，现在这个头，后来我又去找另一个姐姐又重新改了一下，因为我不想做水母头，现在水母头做的也很奇怪，然后我说这样吧。
就分层很明显。他我说你再别一片吧，他不别。我说那好吧，那就是就稍微就是发尾卷一下吧。我说做发尾卷一点吧。然后他给我从这儿卷到了这儿。然后他卷的时候，我说，我跟姐姐说，我说姐姐上面不用卷，就卷这一节就好了。然后他说好，然后，我当时，然后我说刘海，然后知道我最愤怒的刘海的部分了。你知道我今天真的很，我今天真的快被气哭了，我就拿着这一张图。我拿着这张图，我觉得我的刘海要什么分区应该很明显。然后他给我卷成什么样呢？他给我卷成这个样子。然后我说姐姐，我这样跟他说的，我说姐姐，我这一缕要这个样子，我就这样跟他说了。然后他，我的。我说，然后这边我自己烫好了，我自己弄了，自己弄完以后，然后弄这边。我说姐姐，这里要翘起来，然后这里要折进去，它是这样子的。我给他比好了，我已经给他掰好了。然后他，明显，后来我都摆烂了。我说没事，姐姐，你就是把这里发尾卷进去，就是他做一个内扣就好了。然后他就是，我当时我说没事，姐姐，我一会儿再来吧。我说我一会儿再来吧。我不好，我也不好说什么，我也不能说什么。我说没事，姐姐，我一会儿再来吧。最后我自己做了，自己做的那个双马尾，我自己把它扎起来。然后第一首歌结束了以后，我才下来换了个姐姐做，换了我第一天那个姐姐做。我都崩溃了，我都崩溃了。我今天真的很窒息。我今天就是做完头发以后，我就。我开始暴躁，我今天特别暴躁，我今天对哥哥都不温柔了，因为他我要举报，他用了我的睫毛夹，他不给我放回去，我找了一半天，我把我化妆包都翻了个遍，然后发现在他的桌子上，太过分了，还有我的遮瑕也是我自己拿回去的，太过分了，他现在限定的现在不是我推了，我今天对他都很暴躁，我现在对哥哥都非常的暴躁。因为我今天真的很生气，因素非常因素，我们要因素处理，太因这个事情要因素处理，真的很令人窒息。我真的很暴躁，我真的是对这哥都暴躁，他的拳把我打的，不会的，哥哥很温柔，哥哥虽然就是能做拍手俯卧撑，但他很温柔。我要去换个鞋。不要轻易放弃，探寻未知的秘密，在下一个起点。造型，因为造型做不好，我真的会生气，我真会因为造型生气，我会因为造型和妆生气。但今天姐姐夸我，她说她觉得我变好看了这几天，她觉得我这几天。也不知道是哪儿不一样，但是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变好看了。我说只要是好看就行。做他什么？拍手俯卧撑，我试试，觉得我也行。让我来试试，我又觉得我行了。我放侧边吧，正面不太好。让我来，嘿。给你们拉远一点，让你们看得清晰一点。好的，
让我试试，我要试试，让我试试他的拍手俯卧撑。喂 我要试试，我要试试。嘿，啊，我不行，我不可以。对不起，我不为难自己了。我不为难自己，我们知难而退是好孩子。好热呀，我要开点空调。哎呀，烦死了！对不起，我虚。啊，这是一只虫虫吗？就好像桌子上有一只死掉的虫虫一样。咦，哼，对，我正常的，我正常的也做不了。哎，脖子酸，我觉得这个项链挂的我脖子酸。对不起，你还给我录屏了。对不起，我做不了。我做不到，臣妾做不到。看起来也蛮重，什么也蛮重。你不会说我重吧？他太强了，真的，他太强了。对不起，我再也不敢惹他。他原来只是不打我，他不是不能打我。主要是我脖子上不能挂任何东西，脖子上一挂东西我就嫌重，我就会脖子酸。北辰每次击杀我，他每次击掌，辛苦了，拜拜，辛苦了，辛苦辛苦了，拜拜，辛苦了，拜拜，然后到我，我出剪刀。明天要过去见面，他怎么被表的白？为什么还没见过面？拍打，你都做不了，哎呦，我不了，我知难而退，我做不了就是做不了，我以后要对哥哥温柔一点，但是温柔是一回事，我很想把他昨天那条裤子给丢掉。我觉得太丑了，他那条裤子应该丢掉，我想把它扔，我想把它烧裤子。他是那个，他是哪个？我想帮哥哥把他那个裤子烧掉，他那个裤子好丑。我点了，这应该是馄饨汤吧，没看过。他昨天穿那一身，反正那个裤子真的巨丑。哎呀，什么东西进眼睛了？不过他那个裤子我没瘦啊，你看我像瘦了吧？我没瘦。哎呀，这个汤包都不汤了，都怪造型。要是没有因为造型的话，我一定就是吃得很开心。瘦了没有吧？一点汤都没有，它都不是汤包。我又吃到身上了。
哎，等等，我是王夏。对啊，你跟着好不合适，好奇怪啊。没事吧，先，因为点完我就开始因为造型生气。再放一包醋吧，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剪刀，不然我每天都，对，我又我撒裙子上了，裤子我又该洗衣服了，我真的气饱了，我要7号去迪士尼，我明天后天都不去，因为是周末，人太多，不行。你说我睡了，然后就消失。你说我不去，我明天还有事儿。吃的汤包没有筷子吗？嗯，那我拿什么吃？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谢谢小优的9分，天哪，我今天又收到了一个9分，2个9分，谢谢你，2个9分，送你一个小星星，小星星 bling bling bling， 小星星 bling bling， 3个9分 bling bling bling， 颗颗闪亮眨眼睛。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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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他怎么来了？谢谢小优的9分，爱你哦，哥哥。什么意思？没有。没有，他们特别过分。我跟你说，哥哥，我要告状。他们说你的裤子太丑了，然后要把你的裤子烧掉。然后我说你们凭什么这么干？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我没有，是他们说的。他们说要把你的裤子烧掉。你怎么能不相信你的成员观呢？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哥哥？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一直都是你忠实的粉丝，哥哥。我从来不骗他的，我怎么舍得骗哥哥呢？我是他最忠实的小粉丝，都不跟你，那怪谁？那怪我吗？那怪我吗？那是我的问题吗？哦，那你报警把我抓走吧。那你报警把我抓走吧。那我没有办法了，你报警吧。看见没有，霸凌，前辈霸凌后辈，他要揍我。不是，你知道他就是一直找我，一直都不来找我，一直到出拍前的前一天晚上11点多了都已经，然后姐姐来，哈哈，然后姐姐来问我说你跟谁住，我说那他都没有来找我的话，那肯定就是他跟别人住，然后我就那我就，对吧？谢谢小文的 C 呢。我没有霸凌，你们是一伙的。
那谁知道你不知道？你又没跟我说你不知道。我还不主，我已经是很主动的人。现在本来不拘。爱你哦，拜拜。我们继续谢谢小优的33个9分。虽然现在是你是因为我们因为在看我的直播没有早没有睡觉，但是祝你今天晚上能哥哥哈哈哈我没说33个，我没有从来不强迫粉丝的。好的，那既然这样的话，你现在欠我30个，这样的话，只要有生之年还完就行了。我是一个非常大度的人。我特别善良，对不起转推，什么意思啊？想转推？你看你转推这个事儿有多人神共愤，你看看我的手机都黑屏了。对，你看我还要参加很多年的，对吧？已经开始强迫，没有，开玩笑，从来不强迫粉丝，全自愿。我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一口一个包子。然后小优回去一想，完了还要饭摊那么多年，马上就转推。哼，懂了，你们都早就不想看我了，早都不想看我了呗。我再拜拜。连续两天，那有点不现实。看，你看小优人都跑了，他真跑了，完蛋了，吓跑一个。感觉看到现在特别了不起，确实，应该也没有，应该很少有。那好了，哦，没跑。我操！谢谢你，小优，不强迫你，我开玩笑的，也没有强迫你要三，真的就我就是说着玩的，你不要真当33个。谢谢你的9分，不，我没有狮子大开口，我没有的，我的项链可能是拼多多买的。你搜一搜应该能搜得到，你截图一搜应该有。嘿嘿。好的，我知道了，你只是不爱说话，我知道你就是像我一样社恐。对，那祝你也有钱。
好饱啊，但是我还想吃。早餐吃了顿盒饭，这个盒饭挺好吃的，就想那个盒饭，那个盒饭有那个黑椒鸡腿，黑椒的那个鸡腿很好吃，然后今天还有鱼香肉丝，还有个蛋，但是我今天比较的衰，我拿的那一份没有蛋，但是我们就是那个拍那个反毒的姐姐，我们拍反毒那个姐姐她不吃，然后给我了，好好吃那个鸡腿，好好吃，我炫了半份饭。百事 YYDS。因为我想吃，他刚好不吃，我在那嚎，我说啊，为什么你有鸡蛋我没有，然后他就给我了，然后他就给我了。我真觉得我最近变好看，没有，还在努力，加油！你好关心啊，真的，你好关心。我是百事，百事好喝，喝不上来，你不聪明。我倒是能喝得上，因为我聪明。因为我聪明，我要用点，我要给自己涂一点口红了。我该掏出我的蕾丝密语。哎，我的蕾丝密语呢？耶耶，牛奶。好麦子，牛奶啊，找不到呢，这个蕾丝密语，没关系，这个也好看。不，他是真的不要。我该用点别的，我介绍过一遍了，我之前介绍过了，我的包已经介绍的干干净净了。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看过了，谢谢小圈的啊，不谢谢，对不起 STT。 谢谢你的0.1分呀，对，这口红800标兵奔北坡，完美。这应该过期了，其实不会下一句。丝绒系列626，还怪好看的。我觉得上海的光特别好看，上海这个中性的光。嗯，化妆品其实都有保质期，我其实彩妆有好多都过期了。我其实有好多过期的东西，比如我的完美日记小猪盘已经。应该有5年了吧，是吧？不知道，反正肯定早就过期了，只是我还在用而已。主要是它这个中心光很好，你们不觉得我这几天直播特别好看？你们不觉得我这几天直播光特别好看，比我在北京阳间多了，是吧？我在北京那个光很阴间。不，我不在床上播的话，就是大顶光，死亡大顶光，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回北京就不想看了。就我床上也是没有光，但是如果出去的话，就这种大顶光。
就很丑，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哇，很米啊，猪猪，我真觉得我这两天特别好看。嗯，我这几天就打个底，然后我就觉得哇，自己美爆了。但我真觉得我这几天特别好看，姐姐也说她觉得我这几天特别好看，是吧？我觉得这几天老好看了，我最近都很好看。是的，好，我最近都很好看，是吧？我觉得最近特别漂亮，很开心，一定可以的。我会跟总选那天，我会跟造型姐姐死抠到底的。怎么？你之前最好不要，真的很好看，真的特美。我也觉得，确实开心和好看也很重要。我就是想要这样的发型，其实不难，就是一个黑长直而已。我觉得这个头发不难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主要是我觉得我讲的也很详细，我把头发每一根要怎么安排我都告诉他了，我真的把每一根要怎么安排我都会告诉他。我下手太大，因为北京直播他开磨皮开很大，如果我下手不重的话，他就会像一个大饼一样，就是脸上什么都没有，像一个大饼的。因为北京就是他，北京的直播镜头他开磨皮的，所以我就握手能不能那个卷什么，到时候看是什么衣服，我看衣服来定造型。很慈祥，对。可是我让他自由发挥，我前半集就是让他自由发挥的，结果我就说要一个黑糖纸，结果做得很吓人。没事了，什么服？就是我之前也是让他自由发挥，我一开始就让他自由发挥，就后来我觉得不能再让他发挥下去了，然后我才开始教他。哦哦，其实是哦，估计是他们跟我说。他们看到广巴的特别好看，但是不知道北巴的什么样子。他说他们看了广巴的特别好看，谢谢穿的一番呀，谢谢你，谢谢姑姑的爸领奖的衣服，有奖礼吗？我都准备去第二天去迪士尼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第二天就会去，在他们进圈子上班的那天，我即将去迪士尼，因为广巴有服装部。我估计衣服是那边出的，所以那边就好看。广巴好呀。哦，他们风暴性天气，太好了，那我七号就妥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可以去迪士尼。我已经准备好了，主要是七号是周一，这个会好一点点，好不了多少吧，但能好一点点。北巴是这样的，哎，去年的衣服就是还重新改了，太好了，那我就可以去迪士尼了。我还没买票，我即将去迪士尼。我们昨天舞蹈老师还问我说是那个我包上挂的那个贝尔是什么时候的，我说是今年夏日的，不知道，我瞎说的，我不知道几号回来。我们是哪天来着？还要去搞个什么动捕？还有一个动捕要弄，我不打算化妆了那天。
会扎进去。那没事，应该也没我的事。应该也没我的事，没关系。应该也没我啥事。反正我肯定会去迪士尼的，但这两天就不去了，人太多了，周末。进不来，确实，我们就是打工人，就是说干嘛就干嘛。快看吧，我特地买的我的多巴胺，因为多巴胺怎么动了？听你的劲，又是谢 ZVO 的有特效的巧克力。对呀，每天人都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周一可能会好一丢丢吧。对，就只有这个能看到。元宇宙玩家，高贵的元宇宙玩家。对，只有他有特效。但我觉得我应该还好吧，我又不是去玩的，我是去逛，我是去逛逛迪士尼的。这元宇宙是玩什么？我没弄明白。但他要那天要搞动捕，他那天要搞动捕的话，我估计他要搞点什么新的东西。那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搞那个动捕，不应该快了。我们过几天要去弄。开始玩项目，对。我就是我买个早餐卡，然后进去把我想玩的项目玩一玩，然后就没了。骗你，还没有，我们还没去弄呢。反正就是真的那个元宇宙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好玩，我没 get 到它的玩点在哪。玩得下去，这里没有法律风。什么东西。法治频道是吧？搞这种，不知道。我只管挣钱。小背心打卡照什么意思？谢姑姑的蹦迪、啊，谢谢你。元宇宙送你的，你换一个试试呢？三个字让本来草台的狗，这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说的。这个不知道啊，他们一开始跟我们说的时候，也总跟我们说如果元宇宙那什么的话，我们每个人的工资会翻10倍。我还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不知道，我都没玩明白元宇宙，主要元宇宙卡，它有点卡。他去年跟我们说的，但我今年暂时还没有实现，但是元宇宙已经出现了。不，我觉得他是有在画这个饼的，这个饼他是有在画的，挺好的，说不定就实现了。我还在等待我的小馄饨。这个我用一个叉子吃小馄饨是不是很奇怪？不好吃。好难吃的小馄饨，但他们确实是要弄那个，他们说什么元宇宙什么什么人跳公园，就是元宇宙里面有一个你在跳公园什么的，我也听不懂，我就是没有文化，我不太了解这些。
然后我也不太懂。我的肉掉到了那只死掉的虫虫上边。我给你们看一看，看见没有？这是死掉的虫虫，然后这是我的肉，啊！我有点难过了。差点撒了，我应该把这个虫诛杀。哦，他已经不对，他已经死了。咦，你不要动了，谢谢。不要，好可怕。主要它是这个虫长得有点不好看。嗯，没想到会把移开，有糖小城堡吗？那应该是没有。不如 dream 一下，我们明年能不能有剧场？我们不如 dream 一下，明年说不定有剧场。今年肯定是没有了，我敢打包票。我敢给你们打包票，今年是一定是没有了。为了肉，那是什么唐僧肉？不敢期待。好吧，我也不怎么期待。但我不敢说，我怕他说我唱衰北吧。确实。说不定某一天剧场就突然出现了。哇，天降剧场。我都不信。一定会有的说。对，我们还是要抱有期待的。还是要抱有期待的，说不定哪天就天降剧场。我想把这个摘掉，这个挂的我脖子好酸哟。修修我的肚子。我是彩虹国的公主。我降临在了这个直播间。这个爱心不正。哎呦，我是，我是公举，我是公举，我这边，你看，我是公主，我头顶上还有光，哎，我头顶上还有光圈，你看。你看，哇！等一下，我吸吸肚子，你们帮我截个屏。天使，截了吗？截了吗？我要送，我不吸了。好，吸不住了，对，吸不住了，换不了美他品，那还是算了，别挣扎了。猪仔，你怎么像我们 staff 姐姐一样？我们 staff 姐姐叫我猪仔。天使，你是懂点歌的北辰。好了，好的，期待返图。你找大王给你退乐空间是什么时候的事？放包包里吧。为什么我听不到这个歌啊？我这边太吵了。
怎么我听不到？我这个手机为什么放这个歌声那么爽？哦，我知道了，上次 live 好，我的上一次 live 好，我就老好看了，我的所有粉丝。我们现在打卡，你知道那个人好吗？说在说这个光，我们在那瞎说。刚才哥哥到了，然后他给我们调大，他给我们调好了。我不，我就不，我声音就会卡，好像口袋都有这个 bug， 口袋好像都会这样，哥哥之前也这样。给你们这个，跟我的易拉宝上面长得一模一样。非常实用，相符，买家就和卖家一样，非常的。哎呀，没有。你们看的不信你，我给你不信你。你看，装的非常一样。我还买，说明因为好像放歌就是会卡 ，because。老哇，对，海底星空。我去看海底星空。我什么时候不温柔？我以前不温柔是吧？滚呐、啊，滚呐、啊！只剩阿星，对，我被禁言了。我的 B 超，你们会在我的 B 超里看到小馄饨大鸡腿儿。不，我有。我毕竟就是墩墩、墩墩和醒醒都是我亲生的。是谁还没有生小猫咪？是谁那么大了还生不出小猫咪？我是猪绒撒娃妈。撒娃妈呀，生，你看生了我亲生的波波、醒醒、墩墩。我已经撒娃妈，我现在要五点起来给我的小猫咪做饭吃，可能早就没了。什么早就没了？是这年头还有谁没？还有谁生不出小猫咪？上次都被忘了。哎，我以为说的，我说的是北京的，我不是忘了他，我说的是北京的。醒醒，醒醒，性格很像我。
波波上次不是被忘了，只是对你怎么你还没有？怎么你到现在还认不出小猫咪吗？那你有点问题，你该去检查一下。毕竟我就是年纪轻轻就已经生了三个小猫咪了。不知道播到几点，随缘。反正我明天没事儿，我明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出去玩。这是我的计划，希望我不要半夜醒来。就去检查，你们该去检查一下了。是谁还没有生小猫咪？醒醒看去，不行，醒醒性格跟我很像，他也是我亲生的，他不能是抱的。我应该不醒。星星其实，星星其实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听到有人说卖小孩，我说太残忍了，我说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留下他，生歪了，那确实有点歪，我承认，腿很短，对，你看除了波波腿长以外，别的都是短腿，非常符。那看来波波遗传了我的优点，骆驼皮了，没关系。可乐薯条炸鸡，那会儿应该想吃螺蛳粉，留下来，不然不是死。那算了，那星星还是抱的吧。星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头上被插了一根草，就这么卖给我了。这孩子懂事，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屁股上从来不沾屎。他不知道，其实他越懂事，我越心痛。早上好呀，你吐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头上吐吐的怎么办？打点发际线粉。我想模拟一下擤鼻涕。应该这样。为什么放屁？你才放屁！舔完屎再过来亲亲我，只有墩墩会干这个事儿。这个人叫杰杰杰杰，谢顶顶能打的呢。那你去吃饭吧。胖和老鼠，拉塞尔。嘿嘿，咋？我平时不是这个样子，我很乖巧的，我其实是一个乖巧的小女孩。给佳瑞的一分呀，谢谢你，谢谢你。早，哦对，现在是早上。我昨天成功的找到了中心的垃圾桶，从此对中心的探索又加深了一步，太厉害了。我没有，我不猥琐，我是那种猥琐的人吗？我不是。是吧？好，我应该是想去逛街，我看到有三丽鸥什么的，我有点想去逛，但我没想好，不一定去，也可能我一睡就是一整天。我给你们看，我打卡了这里，我打卡了大家拍照最常在的地方。哦，你去过，好玩吗？对，我打卡了这个经典背景，打卡了这个经典背景，就是好多人都在这拍照。这个常规背景，对，正好可以出去逛逛晚上嘛。然后我还在后台拍了几张别的，但是没那么好看，主要是我的头发翘起来了，他们也不告诉我。
经典楼梯，对，但贵，那不就迪士尼吗？真的地标，为什么要抱大腿？总是冷眼的想对，好可爱呀、啊，这张，好可爱、啊，好可爱呀、啊！我觉得我侧脸比正脸好看。其实我喜欢自拍多一点，因为方圆脸适合自拍，方圆脸自拍会比他拍好看一点。总是冷眼的想，我还是更喜欢昨天的妆，好可爱呀、啊，这个。没去天台，天台在哪？那我没有，我不知道天台在哪，还没有探索，那是新地图，还没有探索过。在梦里，嗯哼哼，还可以上去吗？那我没吃过，没摸索明白。后来。那也没有的、啊、带相机，我有相机啊，我有呀，但我的相机在黑的地方拍，它是我的相机在黑的地方拍会花，我不知道为什么。谢谢登登的一分呀，谢谢你，谢谢你。可以，我的相机在黑的地方拍它就会有重影，就会花。它是不是带了，它是不是得了复视？因为相机主要是要别人拍，但是我一般找不到人给我拍，我一般都是自拍。你会发现我一般都是自拍更多一点，就包括其实前几天我发的微博也是拿支架自己拍的。给你们看这个，就是这张，你看似好像是别人拍的，不，其实是我拿支架自己拍的。快门速度哦，我不太会设置这些，对不起，我是孤狼。但我确实就是自拍会多一点。总是冷眼，哎，我的 VIP 回来了，我有 VIP 啦，因为我的置顶又出现了，我又有置顶了。对，我是孤狼，对不起，有点厉害，我拿支架自己支着拍的，我还拍了别的呢，我还没发呢，这是昨天拍的，还没有发，昨天拍了。哦，昨天的 ID， 我喜欢这张，我喜欢这张，人均摄影高手。其实他们拍照也很好看，只是大家就是公演回来都很累，然后都不想拍照。对啊，我这样拍的，拿指甲拍的。你看，这都是我自己拍的。就是其实只要有个支架，我就能自己拍。还有今早的摆拍，今天也是拥抱太阳的一天，像不像那种成功女性，就是非常有钱的那种？然后每天早上拉开窗帘，然后哇，拥抱太阳，今天也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呢。对，用指甲拍他拍，但我觉得还好，不心酸。我觉得那既然就是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好。我自己能做很多事情，我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像不像？你发了三个字，我把你拉黑了，我什么时候拉黑你？对，就是早上那种贵妇，早上起床，拉开窗帘，拥抱今早的阳光，今天
也是开心的一天呢。好看你也打扮手都打完了。今年没有印象。名媛，好，那我是名媛，为什么不拉黑你？凭什么奖励你？在那边拍，对，我觉得其实挺好的，我自己能做所有事情，我觉得我非常的独立，我很开心。啊，对不起，贵妇的窗帘成功不是拉开窗帘，然后成功不是高瞻远瞩，而是你本来就站在高处。还用自己拉？贵妇应该是用一个按键，就是滴，然后窗帘自己就打开了。胸怀天下。因为我不喜欢 KY， 需要我说的很明白吗？电动窗帘，对，就是不应该有管家把他的眼睛打开。我按个铃，然后有人抬着一份早餐上来了。KTV， 我怎么不说你 BEJ 呢？那你可能碰在我不开心的时候提了这个事儿。打开窗帘，然后发现啊，天还没有亮。你见过凌晨？那这样的话也不尴尬。这样我们可以说，你见过凌晨四点的中心吗？我见过。励志的一天又开始了。我已经掌握一个成功女性该有的那什么了，我现在就差成为一个成功女性了。几辈子一来就发，那谁让你一来就发那三个字？你 KY 我不该拉黑你们，他们想被拉黑还拉黑不了呢。我还没睡。不应该说四点我已经起床了，就是你说就没有中奖的，你看三个字母的人。他们现在想要被拉黑还没有这种奖励呢，去别的直播，那你就会被别人拉黑。我妈站在窗边，我在拥抱清晨的阳光，朝露洒在我的身上，温暖的一天又开始了。只能单推了，那不挺好的，让别人讲，哈喽滑住了，什么意思？哈喽滑住，当窗帘，让别人怎么？你想去找别人了？原来大家早就不想看了，我又该掏出我的鼻涕纸。我心里说让别人，我应该擤鼻涕了。什么这里我没有看懂，收一收。你看我的眼泪就像一颗珍珠在这里。其实我是小美人鱼。哎，那个，我也没看，给你们看，这个。哎，我的床今天是真的有点乱，不要在意。你们看这个，这个，哎，我马上来。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过好看一点，美人鱼拍照应该是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
小文受到惊吓，一个人上网也挺无知，有病。这是美人鱼，这是原皮，我还没有，等我回中心才能换我的新皮肤，这是我的原皮。美人鱼，不玩，我要坐过去好好的直播了。我还没看过这个衣柜，看过了。新中心很大，如果让我住在这的话，我可能会想要搞一点有生活气息的房间。对，有衣柜。但我没有用那衣柜，因为我用不上。生活气息，哦哦。后面不是，后面这不是可乐吗？可恶的可口可乐，大家都应该去喝百事。我为百事代言。啊，我想知道，就是有人不吃香菜吗？你们有人不吃香菜吗？但是可乐是香菜，可乐大部分是香菜做的。说明你们不是不能喝可乐。不行，我信。哦，那你确实没办法。反正他们说香菜可乐是香菜是可乐的那个，怎么说呢？总之跟香菜有关系，没骗你。他们跟我说的。你们玩过这个吗？这是一只小仓鼠。你相信这是一只小仓鼠吗？我手里捏着一只小仓鼠，等看它，咚咚咚，它真的是小仓鼠，你们要相信，它是一只小仓鼠，你们不相信是吧？好，那我现在就是把它的衣服脱下来，那你帮我拿一下衣服，你们帮我拿一下衣服。拿，你们得拿，你们帮我拿一下。好，那你既然都不相信这是一只小仓鼠，为什么你要帮我拿衣服？你都不相信这有小仓鼠，你为什么要拿小仓鼠的衣服？怎么你们嫌我老？牛皮！我们都是没声音的。我老不年轻了，我才二十二，哪干了？警察叔叔，
茄炒蛋要吃咸口的。我就偏。番茄炒蛋要吃咸口的。那你真惨。但是要吃咸口。咸口辣。番茄炒蛋要吃咸的。请不要怀疑。我把最好吃的鸭脖撒了。撒地上了，吃不了了。我把超级好吃的鸭脖撒掉了，我只想吃鸭脖，结果把鸭脖撒完了。我现在只好吃点鸡翅，那我只好吃一点不太好吃的鸡翅，长得就不太好吃。看看这是什么。想吃鸭脖，这个好像看起来还行，吃一个。不行，这个地很脏。嗯，这个好吃，就是不多不多。到点了，该让你们饿了。今天没吃到中心的盒饭。嗯，对，盼着我下是吧？海底捞。我刚买点自热火锅了，我怕拎起来我什么？上什么班？你凭什么不打开？饿了吗？饿了吗？做错了什么？好想对美人鱼吃鸡翅了，别吃鸭翅了，好想住住。不会，六。好的，晚安。美团优惠券比较少。但是他也没怎么我，毕竟我还在那开了会员。什么有点钱全炫嘴里。抢免单。怎么抢？嗯，团购没买过。那我没弄过，没看到过，那不挺好的，刚好减肥，两人成团。那我没用过，卤身好饭，什么？怎么到我这来送？我想明天拉个火锅在这吃火锅了，我觉得这里可以，我连线都已经拉好了，就差一个锅和一个火锅了。
我再吃囫囵锅儿，囫囵锅儿，囫囵锅儿。你有病啊！谐音梗扣钱。煮火锅的锅。那玩意儿能用吗？那玩意儿用不了。我的囫囵锅儿，我的囫囵锅儿，囫囵锅儿也很甜，还爱嗑，无语。贵，反正我安排好了，七号去迪士尼，七号我还发工资了，而且六号做了造型，七号可以用六号的造型去迪士尼，哈，很完美。非常完美。我有火龙果，我有火龙果，火龙果，火龙果。有派？不会乱吗？什么不会乱？对，那工资就是为我去迪士尼准备的。太完美了，我已经安排好了，完美的时间。我怕，嗯，不会啊，一晚上怎么会转呢？我把你进圈了，不可能，没有这种可能，不现实，不现实。你睡觉很老实的。我睡觉特别老实，草莓熊杀人事件，草莓熊在厕所坐着呢，快速，嗯，我就是买一个早享卡，我不买快速，快速贵。今天不打卡怎么样？打卡多了就不好玩了，打卡一次够了。主要是也今天也没有人来打卡草莓熊，要是有人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带人去打卡一下。还是，我其实没什么想玩的项目，我只是想去买玩具而已。我只是想为自己添置一些林奈贝尔，添置一些星黛露，一些杰拉多尼，一些那两只熊叫啥来着？给啥上来？给为什么来？雪莉梅和达菲，有没有病？你熊打熊玩？我服了，我就喜欢逛。我特别喜欢逛迪士尼，然后去拍点好看的照片，我的迪士尼就结束了。我玩迪士尼是这样子的，我去年带你们玩的时候也是这么玩的呀。不对，我今年二月份带你们玩也是这么玩的呀。我睡得下。如果总选后我可以住两人间的话，我即将换一个大一点的床，我实在是不行了。敦敦都不愿意跟我睡，因为床太小啦。我应该会换一个，就是这个中心那么大的床。那肯定可以，真的吗？我不买快递，没有钱，我就来上海的前两天买了好多快递。迪士尼，对，那肯定可以。借你吉言，祝福我，不要再住四人间了。我们现在。但我们东西是四个人的东西，所以就是还是很乱。
那单人间我就不 dream 了，这个有点太离得太远了。但是我不知道，猪猪带玩迪士尼，我第一次是拍了 vlog， 第二次是直播玩的，然后现在是第三次。其实还这是我第四，如果这次去的话，这是我第四次去迪士尼了。我第一次是，进团前一年吧，不对，是进团的那一年的夏天，没有新中心。我们那个现在其实之前是住了四个人的，后来是因为消防检查才把我们弄成两个人，才把人清走了。本来我们是四个人，但现在东西还是四个人的东西，是这样的。每年去一次，对，感谢消防检查。那，是吧？对，东西没搬走，就是人搬走了，东西还在。他自己估计也记不得有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的，也不敢乱扔，现在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你去去吧，谢谢。就是如果到时候那什么的话，我就会好好的弄一弄我的房间，因为现在东西太多了，我也得就是好好收拾的心情都没有，就感觉在那是生存不是生活。你就不会想收拾。但如果在这儿的话，我就会想收拾了。对，因为消防警察都能上，也没有。隔壁莎莎搬过去以后是三人间，他们有三个床。对，我们本来东西就很多，我买了好多收纳柜，我收纳柜都至少买了七八百的。主要那些收纳柜很贵，我买了几个，1、2、3、4，我买了将近有10个收纳的柜子，10多个。这是不，你们会不会看那个美国女人收拾房间？我老爱看了睡前。猫的学习，他不是嫌我床乱，他是嫌我床小，睡着自己不下。对，还是很乱，因为他只是。他搬走，他自己都不清楚有些什么东西。早日搬出去，祝我早日。那你不如祝我早日发大财，我去买个大别野。买了一堆东西，对，当时搬就买了好多东西，好贵啊，那些收纳柜。美国女人。他们配那个餐感觉是在配猫饭。醒醒，小发霉小蛋糕。对，我也看过整理冰箱，还有我最喜欢看的还是赶海，而且我不单喜欢看赶海，我喜欢看他们赶完海回去以后把那个饭给做了，把它捡来的东西做了吃掉，我喜欢看完整的。开胃菜，对，他那个两口就没有了。我觉得他的小孩应该在学校里面饿得啃别的小孩。看着就困，那不挺好的？你看着就可以睡觉了，助眠。我现在每天。哪重点呢？我就是每天，我现在每天就是晚上睡觉，我就调一个小说，然后放在耳朵旁边，然后早上起来，早上醒了它还在放，然后我把它关掉。我现在是这样的，3点哦，那确实随便整点无所谓。直播说我催眠是吧？我该敲锣了。low low low 腰包，手机烫呀！
是烫的，但是真的很助眠，真看着睡着了。那你梦里都是猪猪。嗯，是的，就精神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了。自己人加油。那还真没有。那你今晚再试试，总有一天。那怎么能怪我呢？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梦到我是做噩梦是吗？干嘛？什么意思啊？明天爽睡，我明天要睡到够，然后出去玩。我已经安排好了，假如可以的话。这只是我的预想，说不定我一觉睡到晚上，我就不想出去了。那我就即将点一个外，那我即将点一桌火锅来着吃，最好是椰子鸡。梦到猪，没想好去哪玩，说实话。但我真的，我觉得我来上海一趟，我应该出去玩一玩。我觉得我应该出去玩。随便走走，就是想出去走走，也不知道想去哪，然后也没有人跟我一起去，就是想去。就想去逛逛，我本来还想找你们推推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五色明眼大灯，没去过什么地方。嗯，干嘛干嘛，什么意思？谁踢我？真的是武康路。哦，武康路好玩吗？迪士尼肯定是要去的。我喜欢，我先跟你们说一下我的爱好，我喜欢逛街。我要不去三 K 一条街逛逛吧。坐地铁随便，那我可以直播做一个挑战。看吧，如果明天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也不错。哦，天气好。但是我首先我不知道地铁在哪，我就得先找一个地铁。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莫龙。我在地铁上没有网，应该没法直播。外滩，南京东路，南京哦，我上次去了南京路，上次跟江去，去了南京路，去逛了南京路。但我们吃了很好吃的蟹黄面和小笼包，还有那个年糕。嗯，是的，上次在那儿去过一次。但是那个面很好吃，我记得那个蟹黄的那个小笼包很好吃。记不得是哪个了，就是蛮贵的，但好吃，贵但好吃。嗯，那不是那家，我吃的就是，好像是200块钱。不是，是99一个面，然后反正就是点了200-300吧。我们三个人零零碎碎吃了200-300吧，点的还挺多的，大家都没吃完。然后还挺好吃的。那面一般，我觉得那面没那么好吃，但是别的好吃，那个小笼包好吃，还有那个它有一个蟹黄年糕什么。那个很好吃，很不好吃。我记得我之前点过一次外卖，
在以前那个上海那个旧中心里面点过一次外卖，但我记不得什么味道了。要不我去苏州玩？不是，我去苏州玩没有地方住啊，我得自己订酒店。但我以后可以去山东找我妹妹玩，挺好的。全蟹黄对，小吃街哦，那我没去过。蟹黄面我没吃完，我那次就我感觉蟹黄面只有第一口吃的是有味道的，后面就吃着没味道了。哦，晚上早上去晚上回是吧？其实也不错。哎，那早知道我应该带点好看衣服。大葱，对，我去找我妹玩，我去吃大包子，不对，大馒头。高雪辉，确实，我觉得现在住一天好。我上次为了去苏州，我还买了两升那个汉元素呢，结果没用上。又要提到伤心事儿，我就明天后天休息。我犯困，真的吗？还蛮想去玩的，其实。哦，确实，最近下雨，那么便宜，真的吗？我这两天精力很旺盛，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两天精力有点旺盛，我将在一会儿下播以后搜索一下有什么好玩的。1200，好贵啊。哦，确实。我，那我48下吧。等我卸卸妆什么的也差不多。是吧？我觉得我也挺开心的，这一天。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几天每天都化妆，每天都能看到美美的自己。所以心情就好了，而且就是我的麻烦的事情在一件一件的结束。素颜，素颜，有机会吧？最近肯定都化妆。对不起，我最近有点太爱自己了，是吧？就是总选，哦，对歌我还没学，没学太会呢。我们今天那个对歌好难，做好分解锁。我可以一会儿，我们又不是没有素颜直过播，真的是啊。很多彩，他们说那个有个漫展，那是游戏，就是我想出去走走，就不想好不容易假期睡过去了，就是虽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吃蛋糕，真的吗？我觉得不好看。我觉得好看又不好看的，好吃，但是它又只有两天，但是我们17、18、19、20、21号放假，那会儿如果妹妹还没有开学的话，我想出去玩一趟。
淮海路。哦，淮海路有好多衣服。嗯，我老能逛了。我跟王思怡，我俩能从头逛到尾，再从尾逛到头。你是毒瘤，你是臭毒瘤。你想在生活中心逛逛？嗯，八月好像是没有吧，好像反正会给我们放假，没想好怎么安排呢。今天我也才知道这个事，我也才知道放假，我以为不放假了，我以为不放假了。就其实还放，好像就是五天，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这样的。他赶了来不及，好像十号才拍大戏，很过瘾。我记得他们跟我说过，淮海路衣服很多，而且好看。我到时候去看，我看看会不会去逛。我只想问问莎莎，我总觉得莎莎是那种会出去玩的类型。那你就是臭毒瘤。只有达西握手。哦，那就是没有。我只要放假，我17号以后放五天。嗯，我不知道48，不到48我就想，我想去西藏。其实，如果我妹妹那会儿还没有开学的话，我们家即将去西藏玩。你想，真的很想去，就是。我觉得哪怕不去西藏也行，让我去香格里拉也行，不近。不近团，先去新疆再去西藏，我都想去。我真的一直都很想去那个地方，我一直都很想去。我想去很多地方。但我的人生终极目标就是想要去看极光。早没了，在这哪能有金库？就算我有金库，我应该也是拿去植发。5天不够，我也觉得5天不够。其实，但我们回去第一件事是要换站位。想看极光，我的人生理想，这辈子想去看一次极光。因为我发际线不行，我虽然头发多，但我发际线是高，我怨念真的很重。发际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冰岛你看过了？嗯，对，想去看极光，想去冰岛看极光。日照金山那也想看，说难也不难，我觉得还是很难的，对我来说还是很难的，是我有生之年想要实现的目标。唉，我真的想去看极光，我就希望死之前能看到，这是我正儿八经的终极目标。就是你知道我又不想出国，但是我真的很想看极光，想跟家人去看极光，想带着妈妈去看，这是我的理想，这是我的人生理想。这么难看吗？要钱呀，要钱呀，那得要花好多钱呢，腾点钱，腾不出钱呀。就很久没赶上极光的时候，嗯，漠河。
我也看过了，我哔哩哔哩看了好多极光，越看越想去。过中拍照了什么意思呀？哦，我想看图片，我想看真的。黑龙江能看吗？真的吗？我想看活的。我这辈子的目标就是想看到活的极光。但是目前的目标只就是去西藏和大理看运气。对，他们也说还要看看看运气，就是不是去了就能看的。特种兵，就活的，就是指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正，就是那种。嗯，想去，想去。那你给我安排吧。你要能给我公司安排明白，我就去。我去过，但我还想去。还有重庆，我也很想去。没有啊，出现在我面前，我会用我的眼睛去看。会有机会的，祝福我有生之年，有生之年看到极光，祝福我，特种的兵，所以这个去巡演就行了，不现实，实验室，但我去过重庆很多次，所以我没那么大的执念。你没看过吗？停摆，你什么呀？刚。玩尬的是吧？祝我成功，好的，来成吧。我倒想体验一下那个大剧场，祝福我大剧场。谢过去的五杯奶茶呀，我倒想体验一下。我相信我的运气能看到极光的，我的运气一定能看到极光。那也不用了，我会成真的，你不要用单身来换。我就是很想去。哎呀，我觉得我要是有钱的话，我想到处旅游。拜拜，哦，我到点了。拜拜，放你们睡觉了，太晚了。虽然明天是周末，但是也要放你们睡觉了，也不能那么晚睡。谢停摆的爬，拜拜，爬了爬了。运气确实好。拜拜，谢谢雪琼的棒，谢谢北辰的爬，谢谢默默的爬，谢谢小蓝，谢谢猫的爬，哎，晚安晚安晚安，哎，谢谢十三的爬，谢谢福月晚的猪，谢谢 TTL 的爬，谢谢 HT 的爬，晚安晚安晚安，爱你们哟，拜拜，啵啵啵啵，晚安。